欢迎来到老莫跑酷未免赛，本期将派出19个粉粉来超越老莫，打破老莫跑酷高手的名头。游戏的一开始，大家就进入紧张激烈的角逐当中。为了追求更极致的速度，默默没有使用任何道具，同时也给粉粉超越老莫增加了一丝希望。比赛进行到此，只有一位粉粉超越老莫，老莫正在位居第二。这下不是第二了，继续冲！老莫现在从第二名掉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相信粉粉一定会和老莫一样完成一些动作失误，以此让老莫完成第二次反超。我像只鱼儿，老莫还打人！唱什么唱，难听死了，赶快走！此时此刻，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三的默默正在紧追第二名的粉粉，他能否完成超越呢？他没有完成超越，不过这一关就是他老莫最熟悉的关卡了，仰脖子跑酷。哼，在这种跑酷上，你怎么可能超得过老莫？哼，老莫吃屁去！呀，小伙子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转世界？再见，老莫。小伙子现在冷却比我快呀，真想把你敲下去。哼，不过这一次我不会把你敲下去，我要使用公平正义的手段来超越你，用我的技术。老莫，你可拉倒吧。哼哼，秋后的蚂蚱你蹦跶不了几天了，别嚣张，下一关定将你丧命于此。哎呦我的妈！帅起来！好，老莫，我先找了轻轻松松就拿到第二名了，哈哈！哎呀妈呀，不费吹灰之力呢，快走！第一名怎么跑那么远了？我小灰狐，小子你敢作弊？老莫，你干啥打我的坐骑？你这小伙子作弊还有理了？耿老莫，等会儿消是你！哈哈，来呀！作为正义的默默，绝对不允许看到你这样作弊，我不能眼睁睁看见你走向邪路呀！你要理解默默的苦心啊！就是现在哟，超过老莫喽！怎么可能让你超越？直接走！我也走！你怎么不往水坑里跳？给我回来！又偷偷的抢我的第二名，再次反超！哼哼，想跑得比我快，做梦去吧！老莫，你看我手上的东西，我已经拿到炸药头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把老莫抓过去！快点，帮老莫抢下第二名的好成绩。好的，老莫，我先走一步。不行，话说谎了，为什么前面那个粉粉跑得那么快呀？脚底抹油了吧？前面还有多远呀？你别玩炸弹，你炸到我怎么办？知道了，老莫。老莫没有关系，来一个，第一名拿得太突然了啊！粉粉，你竟然拿枪对着我，你竟然对我举枪相向！给我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呢！谢过粉粉后，接下来就是老莫的操作时刻啦！老莫去世吧！小伙子，你敢使坏？向一边去！接下来让我们帮助粉粉们过关吧。我好，小伙伴别怕，我救你。这姐妹是我杀的，我不是我干的，我是救人的。这不又杀了一个。